星二代不好当、嗯、哦。哎、嗯，志豪跟方琦，你们觉得爸妈是明星有哪些缺点？其实志豪的爸爸超有名的。对，其实我必须跟大家承认，我觉得有一个很有名的爸爸是大家比较好认识我是谁。嗯、但是我永远的名字就是贺一航的儿子，对，就跟美国一个巨星威尔史密斯、嗯、他儿子你也只会记得他是威尔史密斯的儿子、嗯、你不会记得他的名字叫什么、嗯、就是我们付出再多的努力、哦、很难去超越爸爸，因为爸爸已经算是在顶端 了，对，他在金端云端，他在顶端，我没办法超越他，所以只能跟他学习而已、嗯、对，所以我觉得、欸、那你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哇好爽哦，是贺一航的儿子，没有，压力超大的，真的吗？我比赛的时候压力超大，因为网友他们的那种嘴巴就是你知道不客气的。贺一航大哥，我一岁的时候，啊，这你哎、欸，你这好像哦，对啊，这好像，哎呦，被偷心的人的囝。哦哦，然后这是我爸三年前要走之前那阵子，嗯，是，对对，我们叫花莲。哎、欸，参加歌唱比赛，你一开始就。你是不小心让人家知道，还是你自己说我爸是贺一？没有，那时候为什么会知道？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在星光，然后那时候有个评审叫康康，哦，康康就那时候我出来唱，他说哦，你越来越像你爸爸了。然后我说，然后陶子姐说他爸爸是谁？贺一航啊，好像，就这样，然后就开始各大媒体就开始报道、嗯，然后我就开始承受一些很多舆论的压力，比如说我刚刚讲说唱歌唱得好。人家觉得是因为你爸爸的关系，你才可以拿好的分数哦。那如果你今天唱的不好，他说你看跟他爸爸一样龙溜连，就是网友都是这样说话。是怎样要骂你，怎样都找得到理由。对，就是不管好与不好，我都是不好。都扯到父母，对，都是不好。嗯，哦，是哦。所以那阵子我就开始真的有点忧郁症，有一点。但是说优点是，因为爸爸的关系，所以你开始通告很顺嘛，通告很多嘛。对，就是爸爸的朋友，比如雅恩姐啊、杜英哥这些爸爸的朋友们，就会可能多给予我一些机会，有工作这样。那阵子的时候确实是有。那你也很努力啊。对，就是一直很坚持，然后。那比较不容易啦，有时候努力就会超不过那个名气。对，因为其实像我自己身边有些朋友，想跟我讲说，奇怪，我跟你认识十二年，你怎么都不会红啊？他说：“我真的想不到你怎么都不会红。”他说：“你看连柯有伦都红得乱七八糟，你怎么都不会红啊？”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啊。”他说：“我想不透哎。”就是他这个话题，只要遇到我都会讲这个事情。哦，连平辈的朋友都这样讲，那他真的压力很大。他说：“怎么都不会红，就是因为我各方面也都尝试。你说歌唱比赛我也去了，嗯，电影我也拍了，八连长我也拍了，然后主演唱会主持我也做过，外场我也做过。”然后吃坛市场也有，然后都有，可是就是不会红。这么多经验，什么都不会红啊？对啊，可能要改行吧。没，其实这时候我们命运好，因为我们节目做蛮久的，有时候唯一能送的就是送，帮你算一下你什么时候流年大运会走到。哦，有时候本来就是啊，你看有多少人很有才华，但是就是流年运势还没到，还是爸爸缺一口气，还是爸爸耽误我的发展。那也是哦，拜祖先，你应该求他回来帮你。哎，对哦。而且我们节目还可以补运。是。方琦呢？方琦的妈妈很有名啊。我妈妈是演员梁又南。对对，那哎，你说我妈妈是演员梁又南，然后说哇，压力很大哦。接下来这一句，你妈妈是中国小姐耶。很多人就是会这样跟我讲，我就说。然后就说你。说你妈妈那么高，体态那么好，那为什么你那么矮？很多人都会这样跟我讲，因为你挑骨头，人身攻击。我妈妈将近170，我妈妈168，然后爸爸180。妈妈真的漂亮，是中国小姐哈，然后又高又漂亮，然后后来去当演员。她跟她妈一样高啊，怎么一样高？她妈不知道蹲了多低耶。所以你比妈妈矮啊？矮很多，妈妈168，我号称160而已。158就个子对，也差不多158。然后就因为小时候就是该睡觉时间就是爱看电视，没有睡觉，所以对我都跟人家开玩笑说，我就是我父母偷抱来的小孩，只是刚好抱到一个。会不会有人拿你跟妈妈比漂亮？会啊，可是我会说一定是妈妈比较漂亮，因为就算我真的长得还不错，也是妈妈给我的，所以还是妈妈漂亮。所以你像爸爸？我也有人说我像爸爸，那个林美秀美秀姐就说她觉得我像爸爸。就是对看过的人就是会不会染得很亮，你也长得很漂亮啊，你有你自己的风格啊。对，谢谢阿兰姐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还没开始拍戏的时候，就是可能说妈妈有一些场合会带我去，可能会见到一些可能制作人或是导演，就是这一行的前辈，就是会用那种觉得你吃得了什么苦，你就是其实会有这种心态。我印象深刻，那时候很多
就好像制作人还是导演，就是真的是那样坐在那边，就是可能妈妈带我去跟他打个招呼，他就这样坐在那边这样，然后真对，是有点真的是用那种好像在打量你的语气这样打量，对，他就说转过去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转过来，哎，你妈在旁边啊？我妈在旁边，啊，她很，可是我妈妈不会讲话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是我们去见长官就是这样，这样子被打量很难受，心里面多少从脚。从脚看到上面，然后表情很，然后再到头皮，然后而且坐姿很不端正，还要转来转去看看，然后后面说什么？他就说你要走这行，我说对，就是我这就想要走这行这样。他就说这样很辛苦哦，你可以吗？就我印象很深刻，那当时我其实心里面有一点点觉得不是很舒服，可是我又觉得我是新人，我本来就要承受这些。但是 你真的有没有感觉到说，其实眼神可以杀死人？有。对，我就觉得啊，我有那么糟糕吗？就是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他会觉得，就是你一定是来玩的，你吃不了苦或是什么的。其实爸爸是明星，父母是明星，其实真的是有利有弊啊。对啊，对啦，我们现在看很多新闻，其实各个艺人的二代其实都出来了，说哇，他们好棒哦，都是靠父母啊。其实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们的压力很大，也不是别人知道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哎，当地的周公啊善嘛是别拜呀。哦，长辈的福荫。年轻人，你在迷惘吗？听我一句话，少奋斗30年，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，从躺平族变成人生胜利组，跟着星象趋吉避凶，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。年轻的朋友，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？详情请上脸书官方粉丝团。